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怪物吗？特别调查处案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是谁？找出来。我姓赵，来这儿办案。先生贵姓？免贵，姓沈，沈卫。这起连环凶案非常的敏感，所有的消息都被封锁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在这个世界上。 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。最近的连环案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在怀疑我？贺雕叔办案，转过来。我是个普通人。赵云兰这个人，您不识途。林教授，太严了。一约既定，晚上。